各位好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中立五四三的直播平台的易经小字典。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字呢，读作烧，读作烧。这个烧呢，是从诗，从潮，这个烧的意思呢，它注音做成烧烧，烧烧。这个烧字呢，原来的意思是像蚕茧。我们知道过去呢，中国人养蚕丝嘛，养蚕，然后蚕会吐丝，然后蚕会吐丝之后把自己卷起来，这叫蚕茧。把蚕茧呢，放在呢滚水里面煮过，滚水里面煮过，再搓出蚕丝的这个动作叫烧，烧什么？烧丝，也就是这个烧呢是搓丝的动作了，搓的动作。根据《孟子滕文公篇》他说：“夫人蚕烧以为衣服。”夫人蚕烧以为衣服，这是《孟子滕文公篇》里面一句话。就说人呐、是从蚕茧里面的蚕丝里面的抽出来，抽出丝来做成衣服。那蚕丝呢，根据中国传说时代的记载据说是皇帝的正妃叫罗祖罗祖呢所发明的。那中国的科学家呢，他在河南的仰韶文化遗址当中呢，发现了一个被锋利的刀刃割开的割成两半的一个蚕茧。经过后来经过鉴定呢，这个蚕茧呢大概是生活在公元前四千年到公元前三千年，也是距离现在大概七千年左右的一颗蚕茧。所以呢，有人相信呢，可能在上古时代真的有这么一个人呢，那发明了这个用蚕丝的这个方法那这个人呢，根据中国的传说呢，他的是皇帝的正妃了，叫做罗祖。那中国的蚕丝呢，它的秘密呢，一直是由女生来掌握，从罗祖开始，所以男生大概都不会养蚕的，都是由女生来掌握。那古代呢，有很多妇女呢，也是呢，雇佣于丝绸制造业，丝绸呢，一般来讲，它是贵族呢才会使用的一种奢侈品。那因为根据《礼记》的记载，在周朝的时候，只有贵族的成员呢，才能够穿蚕丝用的衣服。即使到了现在呢，蚕丝品呢也是非常的珍贵，非常珍贵。那根据《说文解字》的说法，它说烧者易茧为丝，易茧为丝，也就是把这个蚕茧呢用煮过，然后再搓烧搓丝。那在《周礼》里面呢记载这个烧这个字呢有七个地方，在春官里面、夏官里面、秋官里面、冬官里面、考工记里面呢都有出现了这个字烧。那例如说他利用烧呢，说五彩五旧，五彩五旧，也就是说贵族的衣服呢，他是用烧来制成的，五彩五旧，有五种颜色呢，那五种式样，五种式样，那也有三彩三旧，二彩二旧，所以呢表示这个烧呢不管是用来做官服，用来做重要的服装呢基本上都是用蚕丝，蚕丝，用蚕丝里头所谓的用哪种蚕丝呢，就是青赤黄黑白五种蚕丝。那有人相信呢，这个蚕丝可能不是染的，也就是周朝的衣服，它的青赤黄白黑青赤黄白黑可能并不是用染的，而是用什么？用蚕丝。因为我们可以，如果在台湾的蚕丝研究所，你可以到那边去参观，可以发现里面的蚕茧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各种不同的颜色。所以呢，蚕丝可以用交配的方法来做成不同的颜色，不同颜色。那周文王呢，距离现在大概有三千年，但是距离刚刚我们跟各位讲，在仰韶文化里面呢，仰韶文化城所发现的蚕丝已经距离了四千年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从罗祖的时代，从纪元前四千年到纪元前两千年，纪元前一千年呢，就是说这个时候距离仰韶文化已经有两千年了。所以两千年时间，有人相信到了周文王的时代，中国的蚕丝技术可能是非常好，甚至呢已经掌握了如何利用蚕的交配产生不同颜色的丝，而且呢把这个不同颜色的丝抽出来的技术，所以才会有这种所谓的五彩五旧或者三彩三旧的这样一个方法来缝制衣服。所以呢这是我们第一个字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烧，也就是烧呢代表中国古代的蚕丝技术的进步，蚕丝技术的进步然后从这个字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呢可能很早就掌握到各种颜色蚕丝的技术。这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谈天说易经小字典的烧。
谢谢大家收看。